我还活着，要不是被那个贱人算计，误食了那个什么什么力，我至于被那几个笨蛋抓住吗？程六这个卑鄙、无耻、下流的小人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好像确实……不过他确实救了我一命，谢谢相公英雄救美，谢谢相公赐我解药，谢谢相公。刚刚你什么都没有听到，对吧？就这你都敢跑？我这不是穿上新衣服到街上溜达溜达，做天下女人的表率吗？这次算你命好，再有下次，你就死定了。街头法则14条，有事自己先跑。云飞、瑞秋啊，这次真的算你们倒霉了。卑鄙、无耻、下流，伪君子。记住，我重六要的人跑不了。还有，你最好管好你的嘴，再敢背后胡言乱语，就别怪我对你无礼。切，我就胡言乱语了，怎么地吧？不过。你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坏，确实救了我一命，确实又为了我解药。王13，叫师傅。今天你们可把我坑惨了哦。解脱法则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事自己先跑。还有，你变化那么大，师傅不得试探试探你？谁知道你是真的假的呀？叫你来的时候你不来，不叫你来的时候你倒是来了。哎呀，月秋，云飞被你们王府的人给绑了，你得想想办法救他呀。你说绑就绑了，那我也得试探试探你吧。月秋啊，你跟云飞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给带大的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有多困难吗？现在云飞被绑了，我做师傅的能见死不救吗？今天啊，就是人家把我从那群恶棍那儿救出来的，而你们两个呢，就知道把我往火坑里推，还师傅师兄呢，呸！现在好了，我在王府生活的多好啊，那既……我相公对我那叫一个好啊，他不会欺负师兄的，你放心吧，慢走不送啦。哎呀，都是师父不好呀，现在云飞生死不明，我一个人没把握救他呀。你要是真心想留在王府的话，师父也不好说什么了。但咱们不能不管云飞呀。我不是经常跟你说，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好啊。有帮手更好找解药。母亲，这是我逢年过节都会给父母做的萝卜糕，是一道来自街头的小吃，希望您别嫌弃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好一个良辰美景，
才子佳人。鸟语花香，就是有些人站在这儿煞风景。母亲，孟先生是我请来的，毕竟人齐了才有家的味道嘛。娘子，今晚是何来的雅致，想起做小吃了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六儿，母亲，我只是开玩笑，娘子怎么会做为非作歹的事呢？你说对吧，娘子？是啊，相公，我呀不过想借着萝卜糕抒发一下思乡之情，进了重家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趟家了。文文啊，你要是想回去，约着一天咱们一起回去，我也好久没有出远门了呢。谢谢母亲。就是啊，你们俩都成亲多少天了，怎么还分房睡呢？哪来的杜鹃啊，叫得真动听。是啊，要是你们俩的小房间呀、啊、再多一些这莺声细语该多好啊。母亲，你慢慢吃。不能让他回去。相公，你还没吃呢。母亲，你多吃点啊。哎，等等，六儿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睡觉。睡觉啊，好好好，哎，甚好甚好。我得想办法把他支出去，方便师傅找解药。那个，我今天身体不适，有些体虚，相公，不如咱们去我房间里稍作休息，如果还能有一杯红糖水就最好了。莺声细语，你跟你的同伙就是在用鸟语在交流的吧？在布房的时候我都听到了。相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你啊，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这都白露了，哪儿来的杜鹃啊？这怎么能叫吃亏呢？女子无才便是德嘛，你们男人不都这么说吗？这狗东西怎么不会挑时候啊？这大半夜的，哪来的破鸟在这叫啊？叫的人心烦意乱的哈。孟毅，把那破鸟给我找出来杀了，别让他们影响六王妃救起。是。哎呀，相公，你看，这小杜鹃，可能也是看着这良辰美景，呼啦两嗓子，他就想吟诗一首。要不，还是放了他们吧。可我不想他们影响我们休息啊，毕竟我答应了母亲，今晚起，我们就同房了。可是我晚上睡觉打呼噜，会影响相公休息的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忌讳这个？还是你想邀请他们进来？说什么呢，相公？我也是第一次，有些害羞嘛。要不，今晚臣妾就先回自己房间。现在，这捕鸟网也该收了吧。你这个贱人！